咱们今天也是微博之夜嘛，大家过去一年中有没有关注到一些比较好玩的那种微博热搜啊，或者是一些网络用语？哦，网络用语就是，洪荒之力。嗯，我今天看了一张图，师傅你的猪掉了，然后我笑疯了。什么？我有点方。那你们仨之间会经常用哪些就是互怼的话吗？就一些用一些比如说用语之类的。互怼的话，厉害了我的歌，对，厉害了我的歌，厉害了我的歌是吗？对对对。我前段时间好像你们也是在休假是吧？休小长假，对，千玺坐了44小时的火车去丽江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当时本来是有另外一个计划，然后那个计划就是取消了，然后我们就还是想出去玩，然后我们就去火车站，然后看那个列表上面就是看哪个去的地方就是终点站更漂亮一些，然后就订了那一班，就是现来的。临时订的？对。那之前有坐过火车吗？就因为好久没坐那个慢车了，所以想再坐一次。那另外两位有什么？当时有什么出行的？我是去九寨沟那边了。当时因为，当时是其实是一我跟千玺是一块出发的，我在重庆出发，他在北京出发，我们都要玩，我们都要玩完了。他跟我说我们到了，坐了4天。对，我就在公园打两天游戏，然后回家是拜了个佛就好了。拜了个佛。对，就这样。你比较宅。我没有。没有，就是太累了，就想说好好休息一下，然后补补瞌睡。嗯，那前段时间有张图，就千玺在家店里从掰的那张图，好像也蛮火。你当时在干嘛？我没有从掰，就是当时我助理在旁边那个公共厕所上厕所，然后我一个人在外面蹲着，然后就那群小学生就认出来了，然后就拿手机拍，就挺尴尬的，我就蹲在那儿了。那平时自己私下有什么小习惯吗？就比如说比较可爱的那种。可爱。小习惯其实比较特殊的是，你睡觉睁眼睛，对，睡觉睁眼睛。我就还好，就什么 WiFi 不好会抓狂，对。我就是别人打哈欠伸懒腰的时候喜欢戳别人腰。但那个王小儿最近不也单独上一档综艺嘛，《王牌对王牌》，然后自己第一次单独上综艺，感受如何？就没有兄弟在旁边。就感受很好。很好。没有，就是每一期都在成长，现在录了4期了，就感觉每一期都有每一期的变化，然后也是一个学习的很好的途径。那兄弟俩也去助阵了他一期嘛，然后觉得这个小队长怎么样？就是感觉有队长的样子了，对。就可以现在有变化。那个今年春节打算怎么过？今年春节其实有受到春晚的邀约，对，在准备节目，对，所以，那到春晚结束就会回家嘛，就各自回老家去过年这样子。对，那今年会给家里的小朋友发发红包吗？就趁着大福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还会给我们发红包。那期待你的今年春晚表现。谢谢。谢谢。